张栋梁化身 rocker， 将自己多首经典的抒情歌曲大改造，在 Dragon Fly KL 开幕剪彩礼上，以 live band 的方式现场打场摇滚风。担任司仪的 Kalo 更是尽情发挥搞笑本能，成功带动现场气氛。很少演唱广东歌曲的张栋梁，在现场乐队 Crossfire 的伴奏下演唱了《如果我是陈奕迅》这首动感十足的广东歌曲，让现场粉丝的尖叫声不断，也让粉丝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张栋梁。明显减重成功的他表现亢奋，除了与台下歌迷互动交流，还频频挑战 Crossfire 乐队成员相互飙歌，调皮的他更是模仿团员弹吉他的帅气模样，十分搞笑。